好，显示今天的日期啊，时间呢？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。好，各位也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地方我就是要放今天，好，现在几点几分，甚至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怎么做这件事？写函数了，写函数，写一个很简单 today 这个函数。好，首先第一件事情在这里，在这里你要想到说，假设我今天算出来的是只有一个结果，一个结果，这个时候我就只要放一个名称，对不对？就是。我只要放像今天，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年月日几点几分，只有一个结果。这个时候我们用的程式，用的函数是新增量值。那如果有时候你要算的是很多个结果，你就要用新增资料行。什么叫做一个结果？请问你？假设你要算总计，是不是只有一个结果？如果你要算什么最大值，是不是也是只有一个结果？假设你今天要算今天是民国，是西元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，是不是都是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有一个结果，我们用新增量值，请你先记这件事。哎，那你会说，那什么叫很多个结果？请问一下，名次，例如说六个。那个业务分区，我们是不是要排一个名次？那是不是就要排六个名次了？就是它有六个结果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用新增资料行，可以了解吗？好，你放心，这边会一直跟你分享新增量值，所以请点新增量值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地方。你就直接输入今天好了，今天，好，我稍微把这边放大给你们看，今天空一格等于空一格，就是它跟 Excel 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这就是栏位名称，你要先打好这个栏位名称，然后接下来，请问 today 会打吗？T O。有看到哦，T O D A Y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打了 T O 之后呢？用 Tab 键盘的最左边有一个 T A B 这个按键，点一下它，它就带上去了。然后点选 Enter，Enter 的意思是我做好了，可以吗？这是函数的交讲，函数的交讲。所以呢，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在这边放这个今天这个结果。好，请你稍微注意一下哦，新增量值就是这样做，它出现的结果就是好像一个计算机，计算机，请问你计算机上面会得到？不管你算完，是不是都只会得到一个结果？有听懂吗？好，你就这样记，应该就记得住了。好了，麻烦请点卡片。我现在是不是要把日期放在这边？那你要画的是什么视觉效果？好，一，现在我们要画那个今天这个卡片，所以。一，请点卡片。二，请勾选今天。它是不是就呈现在这边？可以吗？一，请点卡片。二，请勾选今天，就做完了。
我再重复讲一次哦，就两个动作，可以吗？一，卡片，这卡片是这里面最容易画的。二，请勾选今天。请问画好了吗？画好了，麻烦请注意，这个卡片我不要背景。这个卡片我不要背景，因为这样盖上去，我觉得一块白色这样不好看。所以麻烦请点选格式，格式。有看到哦，格式背景请关掉，背景。关掉，还有标题，有看到资料标签吗？因为我想要把今天这两个字也关掉。好，这边有没有看到资料标签？资料标签，请把这下面这个标题，哦，对不起，不在资料标签，标题，哦，对不起，类别标题请关掉，我不要那个今天两个字啊，可以吗？好，接下来，假设你现在点一下这个重新整理，重新整理，来，请点一下这个重新整理。就是假如说以后你打开这个档案，这个日期不对，你就可以点这个重新整理，可以吗？但是因为我刚刚用的是 today， 请问有没有包含时间？没有，可以吗？所以麻烦请我只要显示日期就好了。好，请勾选这个今天，有听懂哦？这我现在都在讲那个这个格式，这个格式我只要，因为我刚打的函数是今天，并不是用 date。DAT 会包含时间，知道吗？好，不过这不是重点了，因为很少人会讲说这是几点几分的报表，都只会讲说哦，今天日期是几月几号。所以呢，麻烦请把今天来点一下这个今天，这里面请把格式，有看到上面格式。只要显示简短的年月日，这个可以吗？年月日你自己挑你喜欢的，可不可以放这个西元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也可以，就是没不要有时间就对的了。好了，麻烦请缩小，放到右上角。那个时间可以再讲一次。我没有时间啊。时间没有，就是今天。啊。来点一下，请点选这个今天。今天我要做今天的格式设定，就点今天，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格式？第二个动作请点选格式，第一一定要点今天哦，就好像说我今天我要去看病，我要去哪里？我不是去药房看病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事我要去医院，这样理解哦。因为我要做这个今天这个日期格式的设定，我跟你讲，刚开始才会有这种问题啦。就是第一，点选今天；第二，请点选格式；
格式里面很多很多，你就不要把那个时间呈现出来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你例如说我喜欢这年月日，那我就选这一个。如果说那个有些医院哦，有些医院那个就是他喜欢只要放那个月日就好，可以吗？好了，请你们坐到这边。